1月20号，今晚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后台我们也捕捉到了电影《大闹天竺》的主创人员王宝强、柳岩和白客，董事达拉蕾可是直接送上了大麦花呢。祝湖里的电影大卖！哇，谢谢导演，给导演，好，好，给导演。而当问起有什么保养小秘诀跟大家分享时，我们的柳岩女神也是很耿直啊。好的生活习惯吧，就不太那个的喝酒，不抽烟，然后不熬夜。虽然说演员好像说经常拍通宵，其实不至于，还是蛮规律的。经常锻炼身体，健身，啊，多出汗。你看有没有觉得我越来越帅，越来越年轻，皮肤越来越非常的紧致。最后，宝宝也代表了全剧组，给观众朋友们送上了最真挚的新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能够心想事成，梦想成真。然后呢，也祝大家记得别忘了，在大年初一一定带着你们的亲人和朋友们一起去电影院看这个合家欢喜剧功夫电影《大闹天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猫哥捞新闻，期待宝强哥的新片上映，报道。